好，这节我们用 ChatGPT 来优化代码，什么意思呢？很简单，就是我们把我们写的一段代码或者一个组件的源码直接贴给这个 ChatGPT，让它帮我们提提建议，或者提提问题，或者让它帮我们写一个他以为更好的代码。好，我们直接开始干啊！我们找一个，先找个简单的吧啊，一步一步来。我们先找这个搜索组件啊，search input 啊。其实现在呢，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结果，所以说我们就把我们之前写的这个代码原封没动哈，没改啊。然后我们直接贴给 ChatGPT，让它去帮我们去优化一下。但是还是要写一些 prompt，写一些提问的要求，对吧？这样写啊，下面是一个 Vue 3组件的代码，使用了这个 element plus 啊组件库。好，先表明一个背景。你作为一名资深前端工程师，有什么优化建议，或者有什么代码优化建议？然后第一，请结合代码啊分条目写出建议。第二，请给出你优化之后的代码。好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用这个 Markdown 的语法代码块，Markdown 哈语法代码块，把这个我们的这个代码呢给它贴上。好，我们这样写，先把这个拷过去，看看没有什么错别字之类的啊。然后我们贴到我们的 ChatGPT 中。好，贴过来之后呢，在这个空里面，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代码全部全选，然后拷贝，然后在这儿粘贴。好，然后直接发送。好，他给我们写了很多哈，虽然说是一个很小的组件啊，写得很快啊。他先写完，我先看，我们再看啊。好，将重复的 use root 方法调用合并到一处，避免引用重复。我们看一下啊。哦，果然啊，这个地方对吧？我之前都没有注意啊。他说把这两个合并在一处就可以，不用写两条，对吧？然后。将 watch 代替 watch effect，仅在 root 点 query 的 keyword 发生变化时更新 keyword 的值。就是说，我们如果说在这个地方监听这个 root 点 query 的 keyword，有可能会导致这个 query 其他参数变化的时候也会执行这个值。虽然说 keyword 可能没变，对，他这个说法也很有道理，对吧？好，然后将搜索和清除的逻辑提取为。单独的方法，避免重复代码。我们看一下，将搜索和清除的逻辑提取为单独的方法。看一下，搜索clear handler，哦，应该是这个地方，对吧？这个地方。好，虽然说我们这个 keyword 不一样，对吧？但是他建议我们提取单独的方法。啊，这个建议也非常好，是吧？然后在模板中直接用 keyword 的响应式属性，啊，无需再使用点 value。我们看一下，模板中我们好像没有使用点 value 啊，应该没有，直接使用 keyword 没有用点 value。好，我们先不管它，我们看它优化的代码啊。首先啊，它把这两个合并了，然后再往下使用 watch 来去监听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看它这个 root 的 post 它也没有给我们合并，对吧？虽然说它是避免重复代码，看一下。好像跟我们这个写的一样啊，没有什么改动啊，但是他提的问题呢，确实提出来了。好，然后下面还有一个优化建议说明啊，就是应该是重复的吧，就是这两个合并起来，然后使用 watch 代替这个 watch effect。由于使用了 refer 创建响应式属性，直接在模板中使用 keyword 无需用点 value 啊，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他应该说的不对，我感觉模板中我们没有使用点 value 啊。然后将搜索和清除的逻辑单独提取出来啊，然后避免代码重复，提高代码可维护性。好，其实总结起来看吧，就是几条，对吧？我们这个地方要去合并起来，然后我们要用 watch 去代替 watch effect，对吧？我们从这儿把这个代码给它拷贝过来，watch 代替 watch effect。诶，还有报错呢。啊，好，没有了，它反应有点慢啊，有点卡顿。另外就是就这个要提取出来啊，我们可以自己提取吧，好吧？来一个 kinst 这个 router push，
然后这个 keyword 对吧？我们把这个 keyword 给写上 keyword value。哎，你看啊，这个当然要写一个函数形式啊。这个 Copilot 还是比较智能的哈，就帮我们把这个给它提交上了，对吧？啊，这个语法有错误，应该是这么写。啊，他就帮我们把这个 keyword value 给它写上了。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直接去调用这个 router push 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啊，把这个 keyword 点 value 传进来，然后这儿注释掉，啊，这儿也注释掉，然后 router push 啊，把这个 none 传进来，这样就改完了，对吧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你看他提的这些建议呢，有些是非常好的，但是有些呢也是感觉他像这个点 value 这个地方，他感觉他也是没有识别好，所以我们把代码交给 ChatGPT 来去帮我们去修改，这是个非常好的事情。然后他给了我们这些建议，以及他给了我们这些代码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去参考着去作为自己的优化啊，但是千万不要全盘照搬啊，就是他说什么东西呢，你也不要过于在意，就是非得找出来他说的是为什么，他有时候他说的不是那么精确，不是那么精准，所以还是需要结合你自己的专业技能去判断一下啊，然后做出更好的优化来。啊，我们直接看看这个到首页里面，我们直接去看看这个效果吧，别有什么 bug 啊。现在我们在 network 中清空，我们直接搜索一个一二三，大家看这个 keyword 等于一二三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。啊，然后我们清空，清空之后呢，啊 keyword 就没有了，OK，这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我们代码其实比较简单哈，直接用眼睛看一看，大概逻辑分析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。